特勤警力全副武装，从顶楼垂降，进入一间豪宅梯厅。面顶迄，伊只。警方拿出破坏工具，朝大门猛力狂敲，费了一番功夫，成功破坏门锁。好，来来，谢谢。大批刑警冲进一百平豪宅，电视还开着，嫌犯听到破门声，通通躲到房间里。南投警方在台中地检署指挥侦办下，锁定台中八旗重化区一间豪宅，14楼藏着诈骗犯罪集团的洗钱水房。特勤警力先借其他电梯上到15楼顶楼，再垂降，来个出其不意。这一更哈。是旁边保险柜内塞满一捆捆千元大钞，清点后多达2359万，数量之大让资深刑警也大吃一惊。防治暴力介入选举的部分也查获了。33案，41人。九合一大选在即，为防范境外资金与选举赌盘介入，全国警方展开全面性查缉。这次在台中发现集团由林姓跟叶姓男子为首，包含同伙共8人。2个月前以每个月35000元承租豪宅，足不出户，还是逃不过检警法眼，成功阻止不法金流。记者曾文祥、洪胜文、李云杰，南投报道。脑力耗尽需要睡眠。睡前30分钟，来包梦梦水，放松心情，舒缓焦虑，帮助睡眠，让你睡得好，精神就好。充饱电再出发，辣气的推荐代码 CPI 567，还有主播出人物 CPI 444。